少登记啦，啊、婚礼就很难了。婚礼你要今年就办，再怎么样也要现在定，觉得当天就是漂亮就好。那2月情人节，哎，刚好提醒你了。2月我生日啊，也提醒你啊。他对我最浪漫的事情，他送我 PS5， 对我还做一个手作卡片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过去就是卡片就丢开来看，你抱着 PS5， 太棒了。他就说他是阿嬷了，他连汇款都不知道，他没有信用卡。所以他就知道照着我们的指示教他怎么去 ATM 怎么汇款，我们超怕被人家误认是诈骗，你知道吗？坦白哥抱抱 Junior 林轩于龙年求婚，只求开心漂亮，恭喜发财砸百万赢第一个结晶。他完全没有压底的那个概念，他就是圆珠笔的概念。不行，这个失败。是 Junior 林轩于这对未婚夫妇欢喜来拜年了。相差10岁的小两口分享生活点滴。我们家是过年行程比较满，我们其实很小家庭，我们家就5个人，可是我们可能初一一定要出去走村，就是拜一整天的拜，拜6间庙、7间庙。初二就是陪妈妈回娘家之外，晚上又换我姑姑他们回来，所以他就会在晚上的时候过来跟我们吃饭。就是宜兰市有一间妈祖庙，然后还有一个草湖天公庙，应该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一个超级大型在山上，就我记得你跟我讲过很漂亮的，对对对，还有可以走那个七星桥，它就是一个红色的拱桥，然后你每走一步就拜一下，最特别的是最后可以拿一颗蛋，红蛋就可以直接吃，对对对，你就现场直接吃掉。我跟我妹最期待就是那颗蛋，而且每次都会说我们要记得带胡椒盐。那2月情人节。哎，刚好提醒你了。2月我生日啊，也提醒你啊。我们本来计划也就没有想要在农历年前，今年慢慢按部就班规划。对，至少登记啦，婚礼就很难了。婚礼你要今年就办，再怎么样也要年底了吧？觉得户外真的麻烦很多。我觉得反而我们的主轴会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，觉得当天就是漂亮就好。他对我最浪漫的事情，他送我 PS5。那时候我们其实刚在一起，然后 PS5 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完全缺货，对我还做一个手作卡片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过去就是卡片就丢开来看，你抱着 PS5， 太棒了。这个完全打到男人的心。我们两个的共同休闲娱乐很好笑，我们还喜欢看 F1 Netflix 那个 F1 赛车的纪录片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看就上瘾，这样。其实那些赛车手都长得很帅，赛车女郎也很。除了拍八点档，两人认真经营起副业，砸了几百万卖起胶原蛋白呢。吃先6个月，然后后来准备要开始上架，再搞了2个月，我就叫他试。我说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一定要亲身体验嘛。然后他真的是从房间里冲出来跟我说：“你看我的脸，你摸摸看，你摸，你要摸。”我们就自己跟原物料商打交道。最辛苦真的是后来用网页，因为我们连网页都是自己弄的，我要串金流、物流各种东西，然后要我们这都自己来。因为毕竟你卖的东西是一个吃的东西，当消费者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可以完全解答，所以就哇，每个自己上网查的所有的文献资料去了解，对所有我们的内容，我怎么样不能吃？因为很多也会来问孕妇啊、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得有很完整的东西才可以告诉他们。对，这个是比较累的。客服是需要训练的，其实没有，还有就是因为那客服是这样，就是你打开来了。他就列为已读了。那如果我没有回，其他你都错过这个，我们就会漏掉讯息。我每次都跟他说有讯，他就说哎、欸、什么，我说不要打开。你发文就叫我下文了，我一发你现在先删掉，我有排程，我有我的安排。然后一开始我都有一点就觉得，好随便你。对他都会觉得好啊，那我以后都不要发。人家限动 app 我们。那我的本人反正就哦，人家那我也就直接转发，他就说不行，你要等多久？因为他就是爱一个转发，他不会有任何什么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啊，这真的是有很多的美角。这是他们的时代啊，他就说他是阿嬷了，他连汇款都不知道，他没有信用卡，而且他买的量还蛮大的，所以他就知道照着我们的指示教他怎么去 ATM 怎么汇款，我们超怕被人家误认是诈骗，你知道吗？